事业海藻成名的女性理念，低调现身北京机场，刚刚生下二胎，晋升为两个孩子的妈妈，身材依然玲珑似少女。理念当天在机场内的玩具店逗留了半小时，想必是为女儿和儿子挑选礼物呢。据悉，软银在富士亚洲最大的风险投资和成长期企业投资基金之一，管理超过40亿美元基金，投资了115家企业，而理念的老公正是这家公司的投资顾问以及合伙人。据南方都市报称，老公林和平比他年长14岁，理念曾说他虽然有钱但并非富二代。林和平从小在国外生活，后来回到北京，两人是在朋友聚会上相识的。